看啥呢？体征监测仪。看它干嘛呀？想给它通电。你有网瘾啊？请问这快吃早餐吗？白粥。我吃点也没关系吧，我都吐完了，肚子是空的。你看，你是司徒墨吗？嗯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你是肠胃炎，这些东西可不能吃啊。我喝白粥呢。那就好，一会儿刘医生要过来查床，要是被他看到，你肯定要挨骂了。这些东西不能吃啊。嗯，好好休息吧。你干嘛？那个不行。为什么？不说你看我女朋友。哎，看来已经痊愈了。这次又是你帮我大忙了。不过怎么会是你陪莫来医院？他现在路上遇到了，我求他陪我过来的。你不用扶着，我自己能走。不好了吗？哎，你慢点。刘医生。哎，你男朋友呢？啊，这是你男朋友找来帮忙的吧？男朋友？哎，你回去好好休息，不要三天两头往医院跑。你看这两次把你男朋友着急的，要再来一次啊，你男朋友脑子要出问题的。不是这样的，刘医生，不是这样。哟，男朋友来了，那我先走了。等我吗？走吧。顾一，刚刚那医生说你是莫男朋友，怎么回事？那个医生搞错了。是这样吗？对呀，不然呢？也是。默不会是顾一喜欢的类型。我喜欢什么类型？居里夫人吧。不是。给您钱。好，谢谢啊。默默公主，
请下车。行了，别演了。遵命，公主殿下。我干嘛？没有啊，我在看你身后的冰箱贴呢，这么可爱的冰箱贴便宜你了。摘下来。啊？不用便宜我。你是不是心情不太好？没有。洗的床单，但是晾的时候下雨了，我现在给你晾上，等干了再换上就好了。等干了再走。啊？我不会换。那我有空的时候再帮你换行吗？不行。故意找茬吧？你要是不来换的话，那我岂不是一直都没得睡？嗯。行。神经病，真想揍他。过来，拿好。你撒手干嘛呀？我以为你要打我呢。不打你，下去捡床单。你试试看，够不够得到？给我，那，你举高一点，看够不够得到。你再高点儿。再高点，你把它挑起来，挑起来，挑。你跳起来干嘛？不是你让我跳起来的吗？我让你挑起来，把它往外甩，我在下面接住。试试挑起来。你又跳起来干嘛？不够高。哦。我有1.87米。嗯，是吗？我真的有。好好，你有。那现在请这位1.87米的大个把被子挑起来，往下甩。跳跳，快了快了快了，跳跳跳跳跳。Thank you.
哎，怎么没水果呀？这果盘挺奇怪啊，绿的。哼，付佩，这是个误会。哎，下回来我给你们带点水果吧。想吃什么水果？西瓜。西瓜，西瓜行不行？夏天最适合吃西瓜。我戴着好看吗？多时尚啊！不错，这帽子不错。哎呀，爸，你们先聊，我出去去。走走走走走走，你去哪儿啊？这不是你家吗？明白，我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。这样，一会儿我就走，行吗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误会了。误会什么呀？误会？有什么好误会的？难道你俩没住在一起？闺女行不行啊？绿色的床单，这颜色不适合你，它适合我。你看着，哎，好看吗？再配上这帽子，好看吗？绿灯侠。不大不小，两个人住刚刚好。傅佩，故意害羞了？有什么好害羞的呀？都同居了，你就别瞒了呀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你看我们默默多好啊，早点定下来也好。默默，这我就得说你，咱俩什么交情？啊，连我都瞒，这个不是朋友该干的事儿啊！我们之间什么交情啊？朋友之间该干什么事儿啊？哭吧，没关系的。真的好疼，可是我不想哭。我去给你买个创可贴吧。傅佩，
你说什么？好像你的标签。我饿了吗？肠胃炎能吃西瓜吗？我可以。随你。你真的喜欢吃西瓜吗？喜欢呀。看你不像啊。张若，我比你更喜欢。哼。喂，报表做好了吗？做好了。好，现在带到公司来。啊？好。